请各位就位，我们开始开会。接下来是第四组质询，由林瑞图议员质询，时间40分钟，市长请。哎，市长，市长，好。啊，你最近有较辛苦吼？对，较辛苦。啊，看市长啊，早起吼。哎，教育长，教育局长啊，稍等下啦，我若无叫你起来，你唔好起来啦，起来要创啊？你叫我咩哦？市长，我今仔早起哦，啊，看一个民调，啊，这个《远见》杂志哦，对咱哦，老实讲哦，对咱台北市拢足苛刻。自我乡做议员哦，啊，民国70几年做议员，咱吴伯雄、黄大洲啦、陈水扁啦。来到马英九、郝龙斌来到你啊，没有一次，没有一次都那个哈、哦，把我们的那个什么满意度啊，什么都把它做了好，都没有调查的，都到人家会感觉到会有一点会有满意的程度了。啊，市长平常讲你是很认真，你每天早上我都知道你很早很早，哦，你就到市政府来了。其实我问你一句话啦吼。啊！你看伊这满意度，啊！你看了你会安怎？我得哪个地方说很不好，回去再他讲的，我们都再修、再改进嘛。不，这个你没办法修正的，《远见》杂志你没办法修正的啦。我刚刚我已经跟你讲了，从吴伯雄当市长，我就当议员了。那时候他满意度才多少？你可以去调查一下，不到50%呢。那你真是，你看你民国你第一任当选的时候，你的满意度70%耶，现在是48%呢，那掉了多少？29%呢？那你觉得这29%你怎么补回来？你怎么补回来？那就是做多少算多少啊？啊，做多少算多少？没有满意度没办法的。不过他如果说我们哪个地方比人家差的，我们就看看有什么要改的嘛。其实你是足巧的一个人啊，但是哦，你头壳足电的。对啊，都很硬啊。你头壳是啊有够电的，咱老实讲，你头壳比啥骨啊电的。我定甲你建议讲哦，你只要你要选总统的人，不管你有算无算，南部拢甲你奉承一句话啦：老人年轻啊，老人年轻啊，敬老年轻，你话你老你选条袂发啦。啊，你即摆你在电视正反讲要到国民党去卖东山村。啊！即个国民党，你这里伊就该扣啊！你民调，你知你大概写民调，你个不满意度大40%来对国民党占30几%，你知唔知？啊！一个老伙仔拢未票也未投你，啊！你若输赢嘛是干那只老伙仔票尔呢？我相信你敬老年金哦，我来讲工作一摆，你等于可以想看嘛，哦，可以想看嘛，这无差啦。让不管其他人都这样发啦，人家发比人家多啦。对，这个有时候他会修正你的满意度的。市长，你认为怎么样？没，这个、就是，不，这个民意专业价值嘛，有时候有专业有价值嘛。但是说刚才市长讲的，人活在世界上还是有理想，有信念。我知了，信念闹路用啦。我知了，你若无招总统，永远无路用。我前几天我跟你讲哦，你来我司马懿一贯容忍，学会跟愚蠢低头。对，有了，我有听你的话。啊，你不会学跟司马懿一样？司马懿为了被人孙做皇帝，他等了48年呢，两次的假中风呢。一摆中风，拢中风5年的呢。迄假中风呢，无走路走错，曹爽开始啊。曹操与曹爽，他都把他干掉了。所以，市长，你即摆你就爱讲哦，你即摆过来学一个啦，学一个刘邦啊。刘邦讲哦，韩信偌大，啊，我歹势啦，都爱讲了恁姓韩的啦吼。你看韩信啦。韩信这块，刘邦说他是用他带兵，他的智谋没有赢过韩信，他第一战神。他说萧何之人战阵，叫萧何了，
懂得治国方面，但是都不及我刘邦知人善任。所以我当市长你都听会落啦。我还拜托，我年纪也比你比较济啦。哦，我大你几啊岁啦？啊，插政治我插你较久啊。哦，那插政治也插久啊。啊，市长真卖讲啊，我希望讲你甲你的满意度哦，我紧甲提升下。不过哦，我有一个，我有一个甲你分析一个安慰啦。你的满意度就是你的支持度，你是开始的呀。你这个满意度48%是你在台北市的真正的支持度，那你要把它突破50%以上，你就是老人年金加上去。啊，有时候他个卖还点了，对，对不？真的学学司马懿，学学刘邦，学学韩信。我知道你在明修建道，暗度陈仓了，你听好不？韩信怎么打败章邯的？怎么打败项羽的？对不对？明修建道，暗度陈仓啊！这个说，所以说有时候哦，我真的很想跟你讨论讨论这个，可是我们两个要见面机会是很少，而且我就也没有办法讲啊、哦。我们现在进入疫情了哈、哦。好，那个时间请暂停一下哈、哦，时间暂停一下，我们请军训主任上来。军训主任上来一下，这么年轻的军训主任官拜少将，实在不得了。你坐好。哦，不得了。来，我们放影片给你看一下哦。其实你也注意看一下哦，影片放一下。这个地点是在桃园机场第二航站，第二航站你注意看哦。那个军训主任。是，这个男的是谁啊？一个应该是我们学校的教官。哦，学校的教官，哪所学校？是大学的。私立大学。啊，这个女的你认不认识？这个女的不认识，但听说是之前在大学里面做外籍交换的大陆籍学生。哦，外籍在大陆外，那你很老实的讲啊，吼。这是大陆跟我们的交换学生啊，啊，他那动作好不好看啊？动作好不好看？不是很恰当。啊，手可以摸人家大腿哦。啊，可以利用上班时间，啊，可以送这个学生送到机场去哦，可不可以？上班时间他有请假的话，哦，他请假就可以带，但是不能就送就对了。有请假的话啊，还有上班时间，他可不可以带这个女的到台东去温泉饭店度假？可不可以？上班时间如果没有请假的话，这就比较不行了。欸、啊，再来哦，我跟你讲哦，你看他的手在干什么？他的手在干什么？在做身体上的接触。啊，身体上的接触。啊，这个他是大陆派来的。外来的学生呢？这个学生，这个女学生是每一个月来看她一趟呢，每一个月来看一摆呢。啊，佮市长佮出去台东呢，台东啦，台东人迄个台东啦，迄条歌你捌听嘛？台东人嘛，去度假饭店我嘛再佮提予你个啦。哦，去遐洗温泉啊！哎、欸、呀，交代干嘛？交代个才好哎！啊，不怕我们的军事机密被窃吗？啊，请问一下，这位教官叫什么大名呢、啊？啊，谢谢一硕指导。这叫什么大名？你要讲啊，你讲出来啊！我不愿在这时间浪费在市长的身上啊！是，这是忍无可忍呢。你还要我再讲他的故事吗？我们学校台湾的女学生被他睡了三个啊，要不要我拿资料出来？台湾的女学生被他睡了三个了，现在一个已经毕业，还跟他在一起啊。
这种事，他是你们教官，我问你一下，他是学生宿舍的教官，对不对？是。你重复一次，是不是学生宿舍的教官？是。他晚上可以不回家，在学生宿舍住吗？他可能有业务执行上的需要。业务执行上需要，业务执行上就是睡我们的女学生啊，这个叫做业务需要吗？市长，你看要怎么处理这个？跟前两天的事件不一样，于公于职务上，他是不是会泄露国王机密？为什么会泄露国王机密？因为他的官阶是中校，他的同学有的已经干到少将。你知道中校都是负责在做执行的工作，那大陆的交换学生、女学生派过来，变成是他的爱人，还带到台东去，台东那边有潜艇基地，还带到左营去，可以这样吗？哦，市长，不要，我们不要谈这个了哈。他这个，我也惹你生气，你也不高兴了哈。我们谈别的。我看市长你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你再跟我讲，为了要保障我们的国防机密，为了我们台湾女学生的教育环境的安全，这种狼师还可以存在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了。哦，我也没办法了哈。那教官主任是，那你有什么话要讲吗？报告之后，谢谢一桌指导。最后谢谢指导啊，就继续留任，继续睡我们学校的学生吗？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去了解。这还了解？这资料我这影片我都拿给你了，你还都了解？我对你算很客气的呢。是，谢谢一桌。哦，好了，请回了哈。市长，我有请那个我们机要科长有拿一张公文给你看哦。不是这张，现在我们是从那个行政院来的公文，行政公文出来，行政院的公文啊，这张公文是烫的，非常烫，行政院刚刚搬下来要给内政部的，市长你有看这张公文无？我刚才拜托你们提给恁市长看一下嘛，对不？这张公文我不是在跟你说脚话，我请那个我们那个督察局长，你在位置上看就好，在位置上看到就好。啊，负责公务的彭务市长，你在位置上看就好。这张公文是在讲什么？我们再看下一张，是在讲行政院给内政部，就是关于从汐止到达我们社子岛到关渡平原。关渡宫那边全部沿带的河岸可见的基地要全部开放，要全部开放了，开放建筑。如果不信的话，来那个108年4月30号，各大媒体有报道，这是蔡英文总统跟基隆市市长、行政院秘书长蟑螂视察，这里面他讲什么？北北基的有将有带动北北基产业的发展。啊，市长，还有杜委会的那个执行秘书，你也要听一下哈、哦。那督察局长，你要听一下，你们现在要对北投地区跟士林地区，我们要北投，尤其北投地区要做那个。整个都市计划的通盘检讨，那这张公文我现在不拿给你看的话，那你们现在做下去有用吗？所以启定人家为了选一个总统，为什么肯下这么大的一个决定？这是已经进谏20多年了呢。啊，那小猪豆是进谏60年，关渡平原进谏70年呢。现在他一句话就要整个改变了所有了。啊，其实我也没跟你说话，全世界最贵的土地都在河岸边。只有台湾是最贵土地不是在河岸边的。啊，人家怎么能够整治？我们为什么不能整治？
啊，所以说这张公文啊，我请市长哦，这内容我再拿给你。啊，不要，我不会学高雄市政府说有人进去偷公文哦。我这公文是明，真的是行政院的人先拿给我的。因为我以前我也是民进党的，我在民进党我也当过中央党部组织部主任，我的部下现在有很多在中央在行政院在总统府上班的，他们我就拜托他们说先拿给我一下，我要赶快趁着这个咨询拿给市长看。所以是这次的通盘检讨了，北投地区通盘检讨你要暂缓一下，等内政部他会再来给你一个公文，整个是要去开放这个整个把它列入以前列入行水区的部分全部都要变更掉了。市长你的看法呢？这个还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也不要为了选票什么都改变，这个不怪，我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啊，你怪怪的，可是我公文我拿到了，你讲我怪怪的。不是啊，我说那个，哎，起劲嘛，总统话多你知道不？就是总统也不能乱来。不，总统唔敢可以这种样的，你都乱来。不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了。这个还是我感觉这个代志要能够说服大家专家的意见。爷爷，其实他那个文是说。基隆河沿线的原来保护区、农业区，以前是禁建的，可建禁止变更为可建用地，然后沿线的没有，它包括沿线十公顷以上的开发也是禁止哈、哦。那这次是解除这个禁令，是这样子的。对，解除禁但是这样并不是说这样就要全部开发了，他说他不全部开发，但是开发这个我问市长。现在台商一直回来啊，吼、哦，中美贸易大战台商又回来，我也将跟你讲过，我们的以后跟大陆，我们的小孩子或者我们的生意人去到大陆，就像我的小孩就好了，现在的工作在大陆了，我们还可以用微信联络了，我就跟你讲过这个了。等到有一天美国禁止微信的话，蔡文总统。他自此说以后就不准用微信，那我们用国际长途电话，我们付得起吗？我们生意人的话，商人的话付得起吗？这个以后的未来的一个大问题呢。这市长有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我不是说对你一个坏处呢。我在。人家蔡英文总统为什么能够在4月30号到汐止巡查，听林佑昌他们西荣市长一谈？这张公文是可以烫到，真的是烫得很的。你下个月你们就可以接到内政部营建署来的函了啦，跟水利署来的函了。这里面的文他已经写得很仔细啊，会写得很仔细啊。啊，那我们的通盘检讨，比如说地区通盘检讨，是我你要考虑一下。我不是叫你说你们要怎么做了？你如果士林哦，在社子岛有300公顷，在关渡平原有800公顷，1100公顷，市长跟局长，你如果愿意好好的发挥的话，我说将来是不得了的事情。为什么会不得了？台商现在回到台湾来找不到土地。台商找不到土地，我们的电也有问题，水也有问题。如果把这边你整个，我不是说你全部开放为工业区，有一些像其他的产业，能够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回到我们的台北市进来，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哎，有它起劲。你看这市场多大呢？我这世人要做市场哦，我做梦嘛梦无，你知不知？会的。做梦嘛梦无，你知道嗎？混了30多年的民意代表哦，他说你市场，我请他跟我复位啦。我们30几年来要跟官员讲话，官员都有时候未必会去听我们的。
而且从来我不会讲我个人的事情，我都讲公的事情。所以我是好心好意拿了行政院现在还没有盖章他就先给我的那这张文叫内政部的，我就先拿给你看。这个你总是要有一个因应啊，不然你现在你怎么办？你又将来你这公文政治下来，你北投的通盘检讨也开过去了，那整个不是冲突了吗？整个不是又是冲突了吗？你刚刚有讲那个河川区那个是，其实那个是中央一个统一的做法，他是说原来你行水区行水区或是合体用地，但是假如说你是都市里面的那个区排水或是那个河道，那你要变更为河川区，那只是一次做法而已啦。媒体记者媒体记者比我们还精呢，他的标题人家怎么写？蔡总统宣布基隆河流域土地开发的解禁，将带动的北北基产业的发展。北北基是指哪里？基隆、新北市、台北市，叫做北北基。那媒体他会这样乱封吗？对不对？有点我不要跟你讲啊。啊！你单公文内文过得来去哦，你都看得一清二楚了啦，好不好？我是真的，我不想跟你争，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们争这个了。我只是给柯市长一个知道，人家为了要竞选总统，人家怎么是条件再开放的？人家怎么做的？你敬老年金不花，人家好，那好，你赶快不花，你尽量不要花。你不要中了国民党的计，国民党说哦，国民党来找我说，你帮我们联署哦，叫他花敬老年金，我讲你不要海气刮几斤，我哪能在，对不对？我说你要害死他的、啊，你故意要把他讲这样子啊，到了中南部，以后选举你是要到中南部去的呢。那中南部那边的老年人，你在拍麻将，你在都在树下跟你拍麻将，拢拍几块，你知唔？五块十块呢，拍麻将啊。对。伊个四色牌啊，拢二十块呢。啊，你若穿五块，伊就欢喜到会冲起来呢。你莫看这些老岁仔人，我相信你也渡过啊。这摆市场选举，你也渡到有影密密麻麻，我嘛唔知要安怎替你去讲。我讲你其他的社会福利政策、老人福利政策拢比外国之高，伊讲迄无效啦，我就是要领着现金啦。啊，你要甲伊讲几句话，对无？哦，拄仔局长请你转去，我今要经过要阁讲一题啦吼、哦，我要讲氯中毒啦，我今下骹要怎要讲氯中毒啦？市长，氯中毒。我唔敢在你医生人面头前讲这个氯中毒啦，哦，这个破病的代志哦，因为我这是班门弄斧啊。但是恁这恁法务局吼、哦，有要修正一个咱的氯中毒哦，民国102年跟你无关的啦，跟这法务局上来议会案，拢根本都拢无咧修，什么修叫做加杠的防治氯中毒。我没在收啦，啊！你知道台湾的癌症排行第一名是啥？死亡最多是肺癌、大肠癌、肝癌，这都排名的。我相信你边啊，你是医生人啊。我在你面头前讲这实在吼，我嘛唔知要怎讲啊。你我局长面头前，伊个台大医院的副院长的人，我嘛无在头跟你讲吼。咱看下一张啊，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大肠癌跟那个肝癌会那么严重？咱即马夏天到了，啊，市长，咱即马是氯中毒的旺季，氯中毒的旺季，咱的休闲用水啊，譬如讲个温泉水啊、游泳池啊，啊，因咧出来吼、哦，啊，敢那饮用水、自来水啊，哦，加精油、加水啊，吼、哦，包装水啊。啊，伊有诶吼，会产生三乳甲烷。
啊，三路加完是啥？即马出来追求的处长，你后壁你问，我即马要问你一下，你有话回答。讲你的迄标准是你标准值内底，吼、哦，每公升是0.08毫克，是不是安尼？是。你是源头还是水道头？水道头。追着逃出来，我0.08。哦，没有没有，那个是前面的原水的状况，但在我们这个饮用水部分几乎是零。对，饮用水追着逃亏了多少？几乎是零。大家老朋友啊，拢讲老实话啦，这我是要甲市长倒双计的啊。你亏了350,000出来就多少？验出来多少？你有话公文拢是咱追源头。水源头做清洁，我知道。咱的自来水厂，咱的自来水厂做搞的，源头都是一流的水，源头都一流的水啊。但是你通过水管以后，产生了三氯甲烷，这就不是一般的哦。台湾人现在大肠癌那么多，台湾人为什么大肠癌那么多？台湾人为什么肝癌那么多？饮水是其中之一啊，处长，是，我是你跟你讲话，我讲我市长听，市长伊人下决决定，嗯、对不？咱即摆咱在公布个啥？咱台北市想治好是讲咱人在森林呢，是，对。你即摆法务局，你问恁法务局，咱的即个机关局啊。94年、1898年、102年，拢叫咱来修订氯的含量，有无？氯的含量，咱到100公里了后，拢无修啊。咱外管局拢修好啊。咱的偌济？咱台北市的标准哦，余氯的标准是0.3到0.7 ppm。是。我问你，0.3跟0.7会当把大肠杆菌、啊个细胞膜去往抬掉吗？大肠杆菌可以，杀不掉啦！你就要搁靠其他，要搁家里其他的消毒方式啊。迄一块医生有甲头讲啦，只要市长也知影，我甲多几医生拢足好个，因拢咧甲头讲这个问题啦，讲你为啥你买个挂市长建议？咱外管局的标准拢修到偌济？1-3 ppm。大陆要修的标准偌济？1 ppm。啊，咱只要咱来是0.3到0.7，迄100公里修的啊。大陆要修，咱嘛无甲 WHO 的标准，你无法度甲大肠杆菌杀掉啊，无法度甲细胞膜杀掉啊。咱的水供你无法度维持啊。产生的三氯甲烷造成的，我们民众他如果生饮水，引起了大肠癌，引起了肝癌一大堆。他不是全部的因素，但是他也是因素之一啊。现在医生跟我讲了，阿公，你讲你现在你要跟柯市长，阿刚刚黄局长讲。即若有法度讲哦，进水容易也容好，啊，搁来哦，咱的公共用水啊，哦，咱的公共用水就温泉水啊，温泉水有够标准吗？够唔够标准？卖讲温泉水啊，咱的便宜就好啊。你啊，我连无你听一排，哦，咱便宜，这是恁的资料，我是经过恁的资料来的，吼，我唔敢带恁老恁这专家唔同恁班人弄糊啊，吼、哦，你要看吼、哦，台北农民总医院检查也嘛无贵哦，吼、哦，过来哦，这是退伍军人菌哦，退伍军人菌哦，无贵哦，你要看国大医院嘛是无贵哦。那个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嘛无贵哦，那个联合医院阳明院区嘛无贵哦，松德院区嘛无贵哦，核心医院嘛无贵哦。徐长，
便宜就退伍军人军这些都没过。白人都在清战嘛，啊，行啦，那卫生局有去检查。这个水塔，等于检查退伍军人军没过啊。水塔如果没有清干净，就会有。对不？啊，你来看，我就我提 CNN 甲日本的报道给你看，来拜托你 CNN 甲就这就是，这就迄啰迄啰 ，CNN 甲日本的报道，来这死偌济人 ，CNN 甲日本的报道。我讲骗你，你看彩色的所在，我拢该标出来。CNN， 看他给卡，你们让我取，就看到迄 CNN 的一报道。啊，为什么我们国际标准 WHO 的标准？啊，你在秘密室内底，起码咱的温，咱的迄个游泳池，教育局，你起码恁的游泳池、游泳池啊，秘密室的。啊，你自己你骗了什么币？氯都当了对不对？那其他消毒水都当了，还产生退伍军人菌呢？那死人呢？婴儿都一摆十九个中毒呢，十九个囡仔中毒呢。市长，我这拢好意，我替你设计这是要从啥，你知道吗？咱代表是要带头的作用，或是要咱从法，我全国发布出去，由你来发布。因为即个记者无爱听阮你讲话啦，记者即个爱听恁要选总统的人你讲话啦。啊，我借恁的嘴，你来去做这个功德，做这个功德，去救这些人，对不？啊，过来，恁的绿就是漂白水，你哪哪里扛的？你我听恁讲，你哪里扛的？清代的更加标准，啊，老检处。老检处，时间暂停啊！老检处处长有没有来？老检处处长有没有来？老检处处长应该要到才对啊！哦，那没关系啊，那局长你听就好了。这老检处还管呢，有去管半摆了。所以局长，你要责成老检处要去管啦、啊，这漂白水是不是中毒的呢？这个绝对免起来啦，我无时间讲啊。啊，我这是讲哦，我这是老实讲哦，我研究未比你柯市长，未比你黄局长，未比你陈处长，恁环保局长哦，如壮恁这么深啦。但是这是一个功德。日本的报道，你去日本看。日本就温泉足出名的所在，温泉啊，人伊专要求干呢？啊 ，CNN 嘛提出报道啊，啊，咱家己去检查的病，有诶拢复检几啊摆才过，啊，是毋是？即款你来做功德，专心的病，即款老人化，啊，这人是后摆变哪？是变哪？所以市长，我这是一个建议啦。有当你若都要发布，你在做这个要安怎学这个水质，咱会当申请这个水质，会当让民众更加放心的。伊袂讲去水管，你即摆吼，你爱阁叫咱的都发局配合咱的法务局，后摆咱自来水处一带水出来是足清气的。来到咱的水管了，要出来，迄个水就无清气啊！较早你会记得讲，咱去下水，水伫滚的时阵，我甲挂掀盖，在空气较流通的所在，学迄个用含氯嘛，哎，学挥发掉，来五公斤，安尼教导民众，因为你是医生，你要用你最大的长处。今天韩信最厉害，他没有打过一场仗。也没有带过一个兵过，可是他为什么能够打败项羽？为什么？所以说你这里头有你的长处啊，这种就是你以后将来要发挥的长处啊。我你就像我常常去病院啊，啊去看迄个得癌症的人，我问伊讲伊啥癌？大肠癌？伊什么癌？肝癌？
结果呢，有诶拢未医诶，这跟咱水质是有关系的耶，不是全然的关系，但是也是因素之一啦。我唔是讲自来水出卖哦，自来水出源头做啊足好诶哦。你来个地老老个水工卖了，就按民生用水要入来上是安怎？你要老老个公共浴池内底是变安怎？温泉池然后是安怎？咱的游泳池是变安怎？所以三位请问哦，因为我还有下一题。现在哦，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徐定伟。这是你们的开发总队跟地震局哦，一再推都推给公务局，一再推就推给新工处了。来，我给你看相片哦，来相片个黑子，徐长，你认为这全水质的所在是残还是出不定？屋顶呢？啊，屋顶在弄啊嘞，排水不良是？啊，排水做不好。什么排水架做不好呢？根本就没有排水作用。五点一的排水孔。哦，来，啊，我给你看下一张相片，来，市长，啊，这个啥？这本来是不完的呢，这是电死人呢。这台面在积水。这是电死人呢。那个溢水的。这叫做士林北投。你的以后你的政绩级的生物科技园区啊，诶，专案住宅啦、啊。这个专案住宅，我把个市长讲，36亿钢筋换标25亿，较早金武忠做副市长的时阵，伊贪污伊25亿，我会提标减财业标。你即摆你毋是采最有利标，对不对？你即摆拢要采最有利标，因为你采最低标。迄阵信武人寿的下卡长虹。营造为了要抢咱这标，倒闭了。倒啊！啊，即款讲换人，只也要倒啊！即款水电搁倒啊！我过来，我过你看吼。来，市长，你看迄落吼电梯的厝尾顶吼边啊，咱的门口靠遐，你有看一滴一滴？哇，那品质真歹。哎，是啥？那是你破瀑布哟！啊，这电梯也关人嘞！这电梯标榜讲是你桃园这座奇迹人家拢带流来的呢。市长，你看一下，啊，这来吼，我报这，这你看，这人走人用关你啊关足久的，关你电梯内底关足久的，是刚刚你关，迄、那个咱的里长联谊会总会长苏武廷嘛讲拜托市长。你咧能力，你半日半点钟久来看一下，好无？遐五六百户人咧等你，过来时阵来看到你怎？迄拢毋是你起的啦，毋是你发表，你卖你毋是你发包的啦，这你卖紧张啦。过来看士林官邸啦，迄拢变干嘛？过来看民生东路，啊，毋过衰小就衰小的你啊，一些责任往你身上担啊。市长，你看吼、哦，你看伊迄坑毋是民间拍的哦，迄水电都未成啊拍，因为是入水流水落来，无办法吼、哦，咱才甲拍去。去看，哇，原来水管拢个弄破的。这台品质来袂？啊，这款品质来你做？啊，市诶，局长啊，局长啊。就你啊，你卖浪费我的时间，绝对卖浪费我的时间啦！你我无你骂你啊，我未开我总队，这人拢无要打，拢如如安尼啊去啦！啊，你看呢，这水缸安尼在室内哦，水缸未像敢弄安尼，啊内底吼，咱即摆哦，较早为了伊个减灾伊个工程款，该围墙啊嘛提起来，撤销做围墙啊，连续壁嘛无做。你知道关渡平原的地下水位多高吗？你问你局长就知道，地下水位58公尺多高。那地下水一天你漏水，壁岩一定造出来。
局长，好心好用的，经济时间咱来视察一下，好不？嗯，哇，这真的是。工资存刷好不？好。我就拜六礼拜才听讲五六百号民众，即摆唔是我的问题呢哦。恁拄仔住的问题即摆来啊？恁拄仔住林祖明暗干百几号人，即摆要做社会住宅哦。迄搭电梯会关人啦，迄搭电梯会电死人啦，爱摔死人啦。市长，你半个时间嘞？好，真正来，咱来看一下呀。遐民众是大家吼，唔忙你真正来，大家来看一下，真正来看一下，才有我都去改善。即摆吼，干部局也唔敢插啦。哦，恁的地震局佮开发团队啊，佮责任拢推予因啦，推予干部局去啊。啊！就开放性合约有路用？有无路用？嘛无路用啊！啊！要报告要用一年，嘛无路用啊！所以局长啊，你若要来，我是真对，我遐李长伯啊吼，甲李长妈啦，甲遐李明啦，真正真歹运啦！啊！那去叫恁区大征收。做专案住宅，配到这款厝是老脆脆啊，卖大个，真正是卖大个。好，第四组时间到，那个，请问要休息一下还是要继续？没休困，继续嘛哦。